培根图书馆如果能够做一个演讲，这个算是有一些突破，但是也没有突破我们当初讲的，就是这个李登辉在康奈尔的模式。李登辉总统1995年是专访美国，那我们这其他的总统都是过境美国，美国跟台湾的关系已经都很好了，那现在台湾其实想要的还是面子了所以我觉得理智本来就有了，那只是面子这一次并没有达到所预期想要的部分而已。